优质生活一线牵，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简介。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，简称台湾科技，英文简称 TOP。前身是由中台湾等多家有线电视所组成的企业台积网，是台湾唯一由地方向上整合而成的多系统经营者 MSO。目前已经营数位光纤服务、媒体事业与休闲事业，创造数位汇流、生命乐活的新时代。台湾科技以五家有线电视为基础，建制高速光纤网络平台，透过我们自行研发的数位机上盒，用户可以收看高画质电视，更可以满足多样化的电视收看需求，享受影视、音乐、资讯等娱乐，让消费者在家中就可以掌握食衣住行生活资讯，建构家庭资讯娱乐中心。而在宽频上网与电信通讯上，台湾科技更扩大光纤网络价值，达到光纤到府，运用在影像监看、守护居家安全。同时我们也在学术网络、基地台、网咖、路口监控等提供多元运用的电路出租服务。台湾科技以光纤网络为平台，不但扩展价值服务，为消费者建构一世代的生活空间。台湾科技深耕中台湾，长期以来制作中台湾的地方电视新闻，首创多系统同时同频播出第一个全数位化的联播新闻中台湾生活网。台湾科技更积极经营内容产业，除了拥有全国性卫星电视频道冠军电视台之外，更领先其他 MSO 投入 HD 高画质节目制作，设立全台湾第一个全自制的 HD 综合台，冠军 HD 电视台。迈向行动影音新时代，我们更提供 HTV 服务，让新闻节目一点即通，创造多元便利的收视方式。台湾科技以精良的新闻节目制作品质，在全国性比赛中屡屡打败全国各家新闻媒体，荣获卓越新闻奖、金视奖、星云真善美新闻奖等，在有线电视集团中傲视群雄。为满足民众对乐活生活的渴望，台湾科技集团跨足休闲产业，成立塞纳美休闲集团，旗下雾峰高尔夫球场环抱在景色如画的九九峰与大台中优美景致中，获选为台湾冬季最适合打球的球场。球场更通过全球具影响力的环保团体美国 Audubon 奥杜邦国际认证，成为全台湾第一个生态环保球场。此外，在澎湖山水沙滩附近，集团以环保乐活的概念新建完成五星级度假村 Celebay 塞纳美度假村，2011年起接手经营中台湾唯一的观光温泉饭店清新温泉饭店。饭店高立在大肚山上，饱览大台中最美的灯火夜景与晨曦云彩，以温润的美人汤让客人身心灵得到放松。台湾科技其以贴心的服务，更秉持环保生态的经营理念，为民众创造优质的休闲回忆。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，台湾数位光讯科技以创新的精神落实在产品行销，不断延伸核心事业，并以新思维在变动的环境中与时俱进，强化横向的多角化服务，从有线电视出发，走向整合宽频服务、影音内容制作、运动休闲等产业，
放眼未来，我们将本着责任创新的信念，提供客户优质的服务，并以台湾最贴心的讯息平台作为企业愿景，不仅深耕中台湾，更服务全台湾，让集团内的所有企业都能走向永续经营。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将成为产业中经营的最佳典范。